鲜少在台湾露面的帅气才子老爸王力宏，今天合体徐伟宁，手牵手代言手游。力宏竟然一个不小心透露伟宁的小秘密。我们第一次合作是13年前，那个时候你19，那时候妈妈带你的通告，就我刚刚看到你说，哎，妈妈有没有来？没有，妈妈不带你通告了，不带很久。对，但是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变，对，然后其实就一样都很亲切，力宏，人家伟宁现在也是个大明星呢，不过大家都好奇你的二宝状况如何啦？是也是准备的如火如荼，第二胎，对。没有，我现在还早，现在我们还不知道。这口风真的有够紧哎。不过接下来又是新专辑，又是真人秀，有时间可以陪女儿吗？肯定是有时间，我都会陪她的。我非常喜欢陪小孩子。是说爸爸的音乐才华那么强大，女儿有遗传你爱音乐的基因吗？我觉得小孩子他们的兴趣，我们都要身为父母就是要去培养、去支持、去鼓励就好了。我不会去勉强了。我希望他很快可以练会这个在马桶上上厕所。对，这个是一个对。力宏当了爸之后，真的整个都不一样了。